好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好，那好久不见，那两位可以先稍坐一下，还是要站着？坐坐坐坐，坐的比较舒服。等一下要一直连续，就会有台前总共会有台下都准备好了哈，可以开始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请一号这边可以上台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上台哈。好，然后大家虽然都用手机在拍哈，等一下我们这边同步会进行直播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如果手机有空的话可以开启直播，等一下我们会用直播上面看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在与腾共档的时间我们就会问他一些小小的问题，所以大家在边拍的同时也可以看一下直播。好，目前雨腾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份签名哈，现在目前感觉还是很有体力，很有精神。对，要坐下来。好，来这边，来你给我们这边坐正中间哈。然后等一下，因为在台上的时候，等一下在台上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用眼神去跟我们的雨腾表达我们的支持。对，在这个这么近的距离可以感受一下雨腾充满电力的双眼哦，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请第二位可以上台。会挡到你们吗？不会，会挡到吗？好，那我们再请下一位可以陆续上台哦。一个人最多可以准备四份要给雨腾签名的东西，那上台前就可以先拿在手上。然后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雨腾就是在签名的侧脸哦，非常的好看。今天放的歌也都是杨宇腾，就是出道以来他有所发行的歌曲，我们也可以稍微听一下。签名之前都会先思考一下，在这一本当中他要签在哪一个位置会是最好看的，每一个签名他都是非常用心的。我们可以先稍坐，没有关系，可以先坐着。
上的音量在台上是完全听得到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专辑都保持得非常好哦。好，谢谢。每次上来都是宇恒他非常认真的在帮大家签名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耐心的等候，等到自己的叫号。
手机的人可以在直播上，如果有问题想问的话，这边会看。然后等一下雨涵可能有空的时候，就会请他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。
我已经有稍微看到一些问题，那等一下我们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请他来回答这些简单的问题哈，大家稍等一下。现在风稍微有一点点变大哈，大家东西一定要记得拿好哦。
火先拆掉哈。前我们的透明的面罩，还有我们有塑胶手套都可以先准备好。之后就可以来请大家稍微回答简单的问题哈，稍等一下下。
一两位，我们就让你们稍微休息一下哈。稍微休息一下下吼，那你们可以试试看你的麦克风有没有正常的讲话。嗨，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哈。嗨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很久不见，很久不见，很久不见。好，这时候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哦。好，都没有声音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好，那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直播，大概统整了大概三到四个问题。那宇恒，你能够休息多久，就是你回答的长度决定哦。那就应该很短。好，第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哈、比较多人在问说，那你接下来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对，有在开始写歌，然后收歌，对，然后可能近期。可能回去日本一趟，对对。然后后面的东西应该，快有消息了吧？应该，应该，应该哦，不一定哦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其实也看到蛮多，就是大家其实是担心你说会不会这样连续的签名，会不会觉得脖子酸啊，或者是想喝水？不会啊，对，还可以再签两百张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两千都可以，两千都可以，那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。好，那第三个问题，其实也是看到蛮多的，但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回答的。很多人在问说，宇腾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帅？你选什么问题？是不是很难回答？没有。好，那其实第四个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今天是母亲节，那有很多人说能不能跟就是大家说一声母亲节快乐。我要看哪里讲。一二三啊，一二三。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好，然后也谢谢大家在今天也可以能够如期的出席宇腾的签名会，大家也等了非常的久。感谢感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现场会有一些问题，然后。可以看一下，还是我把这个直接给宇腾看可以吗？好，那来让宇腾稍微看一下哪些题目哈。这里。还是我也。目前都出现什么？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。是不是看到很多宇腾很帅？好，没有，对，还没出现问题，还没出现问题。现场的大家如果有想问题，趁现在哦，现在是宇腾自己在看直播，趁现在哦。你选，我选吗？我选，好，这选择权又交到我手上了哈。好，
来看一下，我也有一支就好，那你就问一下。其实有很多很特别的问题，有人问说雨藤能够蹲吗？蹲着，可能是很多很奇怪的问题。来，在日本我大概会待多久呢？大概不到一个月吧。不到一个月，很快可以在不到一个月，很快可以在台湾再见到雨藤。有人问说现在在哪里？其实我们现在在板桥的大圆板，对，我们在大圆板的广场。有一个蛮好的问题。他说想问问看，可以大概的讲一下你的新歌是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吗？你在写的歌，可以讲吗？抒说情歌啦，对，就是比较，不像睡，就是，对，比较柔情一点，对，就是等于说接下来的歌，它应该是比较偏内心戏，比较。有更多内心的空间。好，那来看一下哈，现场有办法给他们提问吗？现场可以。好，那我就走下去喽。好，那我就绕一圈哈，大家有问题稍微想一下。好，这边有问题想要问雨藤吗？好，大家都非常的冷静。那我要走了。放在这吗？右边吗？好，那我就先过去右边哈。好，我们现场的问题不多，等一下雨藤休息完之后，我们就会继续开始他的签名。来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如果有新戏想接的话，有没有想接一些动作舞啊，或是跟你之前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凶狠的戏？我知道你最近有艾德问问。哦，对啊，动作这一块是我一直想要去尝试，然后也是我比较喜欢，挑战的感觉吧。当然是想要跟我不同的感觉的角色，是我非常非常想要去演看看。就希望之后也有，希望之后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演这种角色。好，那我回答完雨藤对于新戏的期待之后，再来两三好了，最后两三个，这边有问题吗？好，稍等我一下哈。大概是什么时候会去日本？然后你去日本大概会从事，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或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什么样性质的？就是你去日本是什么样的工作？为什么去日本这样？目前还不能讲。问到一个非常好的秘密哦，问得很好。对，但应该秘密哦，问得很好。对，但应该马上可以。好，雨藤去日本之后，很快他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可以告诉大家，所以大家再耐心期待一下。好，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哈，这边问说，可不可以请你稍微站起来转个身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体的装扮呢？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大家相机准备好哈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因为其实坐久了，其实也会酸，站起来走一走，其实蛮舒服的。对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还是你就站着稍微回答一下，我也比较舒服。对，站一下。好，那好，来这边。
会了，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再也不，短期啦，短期不会，那未来可能还是有机会吧。嗯，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好，非常肯定的，非常肯定的答案哈。还有哪里有我没有看到手？这边吗？好。No. 好，他问你最近还有在练腹肌吗？就五年后嘛，对，还有四年多嘛，对。他都有在算哦，对，他都有在算哦，都有在算。好。哦，对不起。好，来，还有最后一两个问题哈，最后一两个问题，来。他说：“你有可能会去内地发展吗？”对，当然是有机会，当然是想去的。应该说所有的机会都是非常珍贵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哈，感觉大家应该问的差不多了，大家非常专注在拍照哈。有问题吗？啊，没有问题。最后一个没有啊，来这边，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喽。啊，有听到吗？没听到。有听到吗？没听到。没听到。他说可以来个可爱五连拍吗？下一个问题是不是要看哪边是吗？对。要。好，那我们先看雨田右手边哈。一二三四五。四三二一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大家都没有问题后，那我们就要进入进行我们的签名环节哈。有没有觉得回来签名之后感觉，坐下来也不错？好，还在拍哈。好，那我们让雨藤稍微喝个水，给他两三分钟，他马上就回来哈。好，我们暂时稍等一下，然后在现场的各位也可以稍微稍作休息一下。他喝完水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入接下来的签名的环节。